好想抱住你，听你的声音，心跳不停加速，我屏住呼吸。透明的玻璃，天空下起雨，冷冷的空气让我抱你越来越近。哇，今年的情人节还有不到一个月就到了，做烘焙的你该不会不知道今年的情人节就在大年初三吧？反正我是不想再囤插件了。刚好最近这一款永生花雪熊蛋糕非常火，来，今天我们就来做这款适合两个人吃的情人节雪熊蛋糕。要做这种异形蛋糕，那么首先我们就需要一张适合尺寸的图纸作为模板。这一次我想要做的是5寸的大小，毕竟情人节嘛，尺寸都不用太大。你想想，要是去约会吃不完，难不成你还想找酒店借冰箱？画好图纸之后，我就把它们剪成合适的模板。这次的蛋糕胚我特意选择了承重蛋糕胚，这样能大大减少翻车的风险。对啊，设计好的模板，还有承重戚风的配方，还有详细的选熊做法，我都已经放到了这个套壳里面去哦。想学的小伙伴点击链接跟我一起来学习吧。然后就按照模板把蛋糕胚都修剪出来，然后按照自己喜欢的口味加入夹馅和淡奶油。外面的奶油花我用的是这种最常见的无齿裱花嘴，用健美的奶油花给我们的小熊穿上一件花衣裳，再加上一些翻弹的小插件。这次我还特意设计了一个可以打开的翻弹情书，想想你的另一半打开这封情书的样子该有多惊喜啊。快过年了，也不用囤货，现在就学来得及。这么可爱的蛋糕只要有手和奶油就能做，实在学不会那我只好把手寄给你了。